今天带各位来内埔看一间车库别墅，这间格局有五房两厅，是一楼的共用卫浴，是它的餐厅、厨具都还蛮新的，孝心房。二楼前方是主卧室，这是主卧的卫浴，它主卧蛮大的，阳台视野非常好，蓝天白云。三楼的卫浴是共用的，三楼的阳台蛮宽敞的，这里还可以晒衣服，视野也是非常的棒，超通风的。它楼距楼层的间距还蛮宽的，采光非常好，不错哎，采光罩都搭好了，顶楼的视野超棒的，生活机能非常好。到八一四全联步行5分钟就到了。我是阿全，买卖房地产阿全，专业服务更多全。